天使六王子说是很游刃有余，所以可以帮助你。他们都说我的喉咙有牙齿都没有在咬。今天呢，我要来大胃王挑战火锅，要挑战这个66盎司的火锅。它有猪肉跟牛肉各半，总共是66盎司一个菜盘，跟选一个主食，也可以选面。然后40分钟内吃完就免费，如果挑战失败就要付1100元。然后话不多说，等一下就直接开始挑战。好，汤都滚了，大家如果要来挑战火锅嘛，然后刚煮熟一定要等它凉，就是吹凉，不然会烫伤。大家想说，你根本就没有在怕烫吧你？我有在怕烫，因为我都会吹凉然后才吃。挑战就是也不要烫伤，可以开始了。3、2、1，开始。先煮菜，然后现在疯狂的蒜肉。大家的挑战如果要快一点，就是用两个锅子一边煮菜一边蒜肉，这样就不会浪费时间。果然是计划通。开玩笑，挑战前都是要研拟策略才能成功。你以为就是随便挑战啊？肉算好了，牛肉带点油脂。我觉得以挑战赛来说，这个肉算还不错，这很有口感，越嚼越香。那个牛肉的油脂，煮好肉，然后继续涮肉，一边煮一边吃，生熟食，吃熟的，然后夹生的。66盎司算是很游刃有余，所以可以慢慢来。那一般人也可以挑战成功吗？我觉得可以，如果你就是很喜欢吃肉的人，然后66盎司大概是2公斤，2公斤我觉得很饿的人应该都可以吃2公斤，因为2公斤就等于2000cc 的饮料，如果你胃有那个容量，练习几次你就可以。有谁一开始出生就是大胃王？应该有看到我在咬吧？有啊，他们都说我喉咙有牙齿都没有在咬，是在哈喽被给洗啊。牛肉完食，才过7分钟，牛肉就吃完了。这我肉吃完了，菜还没熟，菜都还没滚，你肉就都吃完了。那么难预测，你觉得我几分钟会吃完？才20。我也觉得20。如果认真吃的话，大概15分钟吧。10分钟。10分钟，菜感觉好了。时间过了13分钟，太快了吧！肉也消失得很快啊。我废话太多。你一边讲话，肉还是持续消失。又没了。看你扒饭很疗愈耶。是不是觉得自己可以吃得下10碗？10碗饭吗？对。太多，过了多久？过了16分半，我还有3分半，我要加速，这样还不够快。18分30秒，吃完。好，所以是用了19分半，挑战成功，谢谢谢谢，太爽了吧！挑战成功还有招待，但想说挑战完很空虚。我觉得这挑战算是蛮简单的，就是我觉得练习一下，然后平常大概如果你可以吃到3、4个便当，我觉得你就可以成功。平常有人会吃3、4个便当吗？总是有比较饿的人吧。扫描 QR Code， 不要错过精彩内容，按赞分享订阅风传媒，小铃铛开起来，一起来跟风，开起来。